不出台中火车站，依循台湾大道的路标来前进，一个以白色为主、绿色为辅的巨大招牌，绝对能够吸引你的目光。名为奇异果快捷旅店，就是这一次的探访对象。旅店的布置和奇异果的颜色相互呼应着。大厅里头，米色的瓷砖上放置绿色的沙发，一旁的服务台和电梯也漆上了绿色。不同深浅的绿出现在旅店的各个角落，大至餐厅，小至盥洗用具的包装，都是这家旅店的风格代表。现在就拾起钥匙，到你的住房一探究竟吧。